来，今天小妹要煮酿豆腐啊，那个腐念什么？这个我今天做的酱汁呢，有咸鱼豆腐，那个咸鱼骨质酿豆腐。啊，咸鱼骨质酿豆腐啊。OK， 来我们看一下食材。然后这边有豆干啊，豆干我有四块豆干，我都挖洞，中间跟它挖一个洞哦，全部。啊，然后有这边有肉碎、鱼肉，然后里面的调味料我会放这个小洋葱头，还有蒜头、胡椒粉、麻油、鱼露，还有一点生粉、玉米粉或木薯粉都可以。然后酱汁呢，我会放这边，等一下我会有咸鱼、豆豉、洋葱，然后有糖、有蚝油、有酱油，然后一点玉米粉，这个是上面的配料。配料是什么？葱跟辣椒，然后还有放一点水，有酱汁的，就是有酱汁可以淋饭。啊 ，OK， 那可以开始了哦。来，我先把这个肉碎。还有鱼肉，肉碎跟鱼肉放进去啊，肉碎跟鱼肉放下去。先把这个洋葱跟蒜头，洋葱蒜头放下去。然后调味料有鱼露放下去，胡椒粉放下去，前面胡椒粉还没有放完，它粘住啊。麻油。搅拌到香香，鱼肉放下去。对，这个是那种搅拌的鱼肉哦。你们可以去买，大厦可以买，然后酿豆腐的店也卖。NTUC 也是有卖，要不然你们可以自己去刮那个鱼肉啦，自己刮鱼肉。什么鱼的最好刮？马鲛鱼。马鲛鱼啊，马鲛鱼也可以自己刮一次，全部鱼肉都要放肉。有些有放肉，然后我会放一点生粉下去，就是妈咪他们讲那个挖出来的豆腐可以放进去那个肉搅拌。可以，也是可以，对，是可以，还是你要会比较软一点是你要拿来煎来吃也可以啦。大家下午好，来帮忙按分享，帮小妹按分享。现在准备没有热锅，你要什么？热锅了，让它折，等下不用等。我跟他追一追。我等一下我要煎这个豆干。这么多油啊！你是要炸？煎到两面比较焦黄比较好吃。放肉了才煎啊。Yeah, 对。放肉了才煎。OK， 现在小妹要把那个肉放进去那个。这个豆腐呢，我有放一点，你可以放一点木薯粉，让它在里面给它粘住会比较好。有放吗？有。那一件木薯皮塞对牛肉的，塞对牛肉比较好吃。其实这个拿来蒸哦，也是很好吃的，这种比较清淡。那梅根讲 ，Miss 阿妈 cooking。对。阿妈很少煮东西的啦，阿妈。他推包柜啦。上次我做笋柜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做。他会包柜。会煮饭的是另外一个阿妈。对。多一个阿妈。来那种我们外面吃的那种饭汤的是什么的那样子。好了，来，现在小妹要煎一下。我们这个酿豆腐，那个豆腐都要煎一下。是我会把这个肉我喜欢去吃酿豆腐的时候，我喜欢选那个辣椒，大个辣椒，红辣椒、青辣椒的。我喜欢这种，喜欢 brinjal 红辣椒、青辣椒。先放下去，也是。给它定型是可以。对，跟它面朝下，然后肉朝下，给它定型这样子。你们可以在那个豆干里面，我跟它放那个一点那个太白粉哦，放一点点。我们那个锅不在中间。辣椒。我们这个锅有锅盖。
啊，不然如果你是用木的，用铁的，这种不粘锅你不可以用铁的，你用铁的它呱呱呱一下就坏掉了，啊，这不坏掉。要炸也可以蒸的呀。嗯。这个，你们不喜欢煎，你们可以用蒸的，也是蒸的。比较漂亮嘛。啊，都好了，有些人喜欢吃炸的。现在五面金黄是差不多了，嗯，肉也金黄。嗯。嗯，差不多好了，好了，差不多好了，我们可以拿起起来。啊，如果你们怕它会油腻，你们可以跟它放那个吸油纸啊。放一张吸油纸在上面吸，不过不要吸到太干了，吸太干不好不好吃。它拿起来，先给它五面金黄，这个五面。凤水发明的哦，这酿豆腐。以前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有了，以前你小时候就有了哈、哦。对，凤水发明的嘞，很厉害哦，凤。来，把这个咸鱼放下去。OK， 咸鱼放下去煎一下。正好表面蒸一，功力蒸后被蹭的油没有少过，被蹭又吓到，哇，一张咸鱼板，很香的咸鱼。还有这个豆子、洋葱，都下去。洋葱放下去给你们看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料头哈，和那个酱汁、酱汁的料头和豆豉、咸鱼，还有那个洋葱啊，都是它们的枣皮啊，很香的那个豆豉味道，这个枣皮的味道很香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蚝油下去，蚝油下一点，蚝油下去，那个是油的，对，那个蚝油，嗯，蚝油放下去。对，那个是油。对对对，加水。OK， 我们加水下去。嗯，把一点水放下去里面。把糖放下去哦，糖。放一点糖。因为都是咸鱼啦，豆豉都是新的，所以你们要加一点点的糖。嗯，放一点糖下去，跟它中和一下，中和一下味道，不然整个咸咸。然后调色。我需要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调色。是，我们放一点黑酱油下去给它调色，啊，给它颜色深一点。都刚放下去。不用放太白粉这些啊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哦。啊，豆干跟它放下去，要跟它焖它一下。不要大家炒这个豆干都不要太大力哈，要肉掉出来嘛。然后你跟它盖起来焖，给它吸那个，给它吸一下那个酱汁。焖多久？焖啊，大概它的汁比较没有这样多啊，大概三五分钟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勾个芡，给你们看一下锅勾个芡啊、哦。给点粘稠就可以了、给它一点粘稠就好，给你们下饭的时候好吃。粘稠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锅的。你看，哇，这样子很好吃。那我们就把它放在砂锅里面，砂锅推靠近。放在我们的砂锅里面。大家做直播。靠近你生日。靠近我生日，年底哦，我记得是年底。就是这个时候咯，所以三年了，要三年了，卖这个锅。OK， 大家再放下去，哇，你看很漂亮，这个酿豆腐，小妹今天做的这个酿豆腐，有放咸鱼的啊，我们放一点葱，点缀，放一点葱啊，又放一点辣椒粒，让它点缀，红红青青哦，很好看。今天小妹的这个。咸鱼豆豉酿豆腐成功、哇，你看很好吃嘞，非常好吃哈、OK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今天直播就到这边，我们要下播了，拜拜 ，OK， 拜拜，今天小妹的这个咸鱼豆豉酿豆腐成功，非常成功，谢谢大家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。Bye.